估计他租完火炬的那一圈也要领先暴雨八组。咱玩死哥就得控虫子，肯定啊。其实龙跟虫子的对比来说，不要杀了。哎，杀的死了呀！真简单，已经坐在这里了，坐在这里，或者这里也有可能。坐在这里，这个椅子上。哎，来了，这波怎么说？牛头和死哥可以往前顶，看龙，不是看前锋。哎，哦，嗯，差一下，死哥能唱大，死哥唱大能收几个？风风，哎，哦，他没有下面的视野。但是一看勾巴左边这两个恶心人的英雄刀疤在一边，哦，跟到直接接二连小爆上来，误会好飞动了，这样的话小炮还得回上路，然后上路再继续。哎，来了，正面想开，开到行，行直接先拉走 ，V-Word 转个直升机过来。哦，连到，怎么说这里？哇，哎，这把有勾到过人吗？应该没有，真没看他勾到过人，而且他不敢勾，那就摁勾啊，除了牛头勾过来都行啊，勾死哥过来打一套死了。直接白赚一个人，其实他能勾的只有艾希，给你算一下嘛。牛头他勾不了，死哥他勾不了，小炮勾了有 W， 只要小炮是正常人类，哎，等会儿换风要被砸昏，死了死了，哎，有治疗够吗？够吧，有治疗够。啊？左边玩的像 JT。不是，说完之后我麻了，麻了，你麻着我。来了，落地。哎，还往回走吗？留不住人，你被别人拉走了，还是被拉走了。你感觉那个？不行啊，哥们儿。OK， 最经典一波团怎么说？来了，这波团应该很强。往里送，他这个鱼没大。往里送，先把豹女顶走，先把龙抓了。抓完龙之后，鳄鱼先倒，怎么说？走不了了，往边走，走不了了呀。哎，是一标想保大龙 buff， 能保谁的？能保小炮的。说早就跟你说了呀，这中期的运营老子看了两眼就知道是这一题，就中期就他妈在那一归，就什么事情也不干，就往那一归，归完就勾他开送，送完等着被翻，就是这一题是什么，就前期大优势，然后优势不滚雪球不干事情。我们不是这样吗？那只能说怪不得不勾巴金的。不玩优势不干事，劣势等死。不翻你的盘，翻谁的盘？不虐你虐谁？建议第二届直接开个复活赛吧，也别重新选人了。打把复活赛呗，受不了，还是中后期。哎呦，来了！怎么说？往前组，艾希一跟到了横，横又被晕了一套，但是豹女被晕了五秒钟，没人打他。往里钻，贾克斯先倒，看有没有后续。一勾勾住鳄鱼，鳄鱼直接被秒。对啊，现在肯定是的。哇，左边慢性死了。小炮如果带不出去，感觉就是套个死个打团，哎，不理想。这名死哪儿了？
夹子吗？啊？他点的也不是黑暗收割，他夹子伤害够吗？只有黑暗收割的夹子伤害够。面具有那个红绳。森明的尸体呢？放大龙上面。哦，传送门，传送门，传送门。不是，死传送门了。对，你看死传送门这儿了。哎，三个人开大龙吗？哎，弱掉了。哟，还真给他们打掉了。兄弟，不是这一替我吃，都莫名其妙的感觉打不了了，来波想法。如果被右边逮到了就记，被左边没被逮到就还能玩。太像了吧？真的好像啊，不是。真的太像了，不能说像。主要为什么小炮在这里？正常来讲，不应该小炮也带一路吗？我们也在这里啊，最低也在这里的呀，五个也是抱团的呀。先别管干什么，先抱团再说。喂，哇，兄弟，差点被勾回来。有点像你。怎么像我呢？我又不玩小炮，像你。你这就存在尬黑啊？有啊，哎，是啊。卖的位置又被包了回去。加没了，加回不去了，这位置。怎么说，汤圆？我跳不上去吗，汤圆？啊？是跳上去吗？原神？不是你吗？这肯定不是我。首先我不玩小炮，其次我肯定不会往别人脸上跳。对啊，你没鬼啊吗？这不就是你吗？那怎么办呢？大优势推不掉，就继续刮大优势呗。这所有这没人干事情，那怎么玩呢？告诉我左边不是这一 T 是谁？你哪里的？左边绝对是热情温度。看了，守不了呀，是肯定守不了呀。阿明，哇，这把能输啊！兄弟，赶紧回去开会救急。我带 JJ 的时候也长这逼样，现在你们也长这逼样是吧？啊！我就直接开骂兄弟，怎么回事？你们两个一模一样。为什么会长这样呢？